送烟的来了啊。您等着，一会儿就拿啤酒来啊。哎，谢谢谢谢，好家伙啊。哎呦呦，哎呦，好家伙啊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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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收东西了，不着急了，好孩子，送娃娃的啊。哦，谢谢姑娘，谢谢。这个请到小门啊。刚才说相声的大高个是我外甥，对，我是他舅舅。听出来了，哎，说相声容易吗？啊，他为了台上，他把我给喝出去了。嗯，来青岛好几天了。嗯，唱了两天戏，是今儿个又说相声，就连干三天。得谢谢青岛父老乡亲，是这点钱都让我们给挖干净了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嗯，谢谢各位了，谢谢。于老师，你们都认识啊？都熟吧？合作半辈子了，差不多。在后台我看着于老师，我很感慨。怎么感慨呢？你看今天这个场合啊，嗯，按说相声来说，嗯，不算大。五六千人也就这样。嗯，我们演的最多的呢，嗯，想当初在大连体育场演过10万人，有过。后来我是不能再演了，这么不能干。第一排观众离着我得有3站地，确实都看不见，太远，黑灯瞎火的。嗯，后来在上海，上海有一个梅奔，对，那叫梅赛德斯奔驰，那屋坐25000，是，嗯，再后来北京有棵松，啊，15000。一万万，所以说一有说台下5000-6000观众，嗯，就觉得跟茶馆似的，哦，没觉得太大。对，但是呢，不管大小，对演员来说，底下坐4个人，嗯，也得好好给人演，那是艺德呀。可是呢，要是有谦儿哥在我旁边站着，啊，台下30000-50000人，我也高兴。哦，为什么高兴呢？因为有一个很好的合作者。哟呵，您这捧我，就这么些年，我打小干这行啊，啊，就是合作伙伴也。有过一些，啊，有几个，最好是谦儿哥，谢谢您。我说话就没有掉地下时候，老能接住。我这句话说完了，嗯，他准能接上，啊，这是个节奏问题，也是默契问题。就好比说我有一盘子，啪，我无论扔哪儿，嗯，啪就叼回来。有时候也磕在牙上，我得谢谢您呢。您别客气了，我得谢谢谦儿哥啊。我16岁到北京，哦，啊，就认识于老师。对，这是我的造化。哟呵，您这严重了。16岁的孩子到北京什么都不懂啊。是，得亏于老师。怎么得亏我呢？跟我亲哥哥一样，就照顾您，照顾我，教给我，哪怕说。我今天要去买个烧饼，哦，他都告诉我，你到什么什么胡同，嗯，哪家烧饼，他们家是老字号，哎，那儿做的好。我去买块酱牛肉，嗯，他也跟我说，是谁家的好，谁家的一般，那要有名的。这个老北京人生活质量是这份儿，他讲究啊。哎呦，必须老字号，是吧？哪怕他感冒了，啊，哎呀，我想今儿感冒了，是不舒服。德刚跟我上同仁堂再买药去，你看同仁堂。进同仁堂，他这，嗯，那个，哎呀，啊，感冒太难受。是，给我拿那个乌鸡白凤丸啊。乌鸡白凤丸治感冒吗？我哪懂啊？啊，他带着我，哦，洗澡告诉我，咱们得去清华池。清华池是澡堂子的老字号。拿手一指那块匾，给我上课。说什么呀？你看这仨字了吗？啊，清华池。对，啊，这是清朝光绪年间的匾。老扁了，在这个地方洗澡是咱们的身份，哦，就得洗。于老师脱个一丝不挂啊，洗澡吗？还数了我呢，嗯，脱呀，洗呀，是啊，师哥，嗯，咱还在马路上呢，啊，哦，还没进去呢，我们在马路对过，嗯，还对过，扁在那边，啊，我这眼神还真好啊，我一看那就去吧，啊，我给他抱着衣服，抱着鞋过马路。我光着过马路啊，就很大气。那管什么呀？那条马路来回过6趟车，就那么宽。啊，他
他还打招呼，哎，好、哦，你好，行了，别跟人客气，去洗澡，哎，行了，对，那孩子看车，对，啊、哦、啊、哦，你看着这边车先过，这边车先过，再见，行了，甭看车了，都看我了，那就，敢等进了青花池啊，于老师异常的谨慎，我在那儿我谨慎干嘛呀？不相信每一个人，我干嘛呀我？你们是不是要偷拍我？马路上您就上热搜了，您就甭每一个包间于老师都要打开看看，我发啊，你们几个干嘛的？问问这几个也傻了，嗯，修脚的，哦，好自为之，什么玩意儿，人招我惹我了，啪啊，你们几个干嘛的？别动，啊，都干嘛的？搓背的。对啊，便宜你们，这都不挨着，啪！别动！嗯，你们几个这都穿一样的衣服，你们干嘛呢？这是，我们是看车的保安啊！啊，我又出去了，我要，我澡堂子里我走一过，我看着，哎呦，我好崇拜！这有什么可崇拜的？崇拜就跟我亲哥哥是一样的，那这关系是不错的。哎呦，我咱们这个关系已经超过一般人的交情了，是吗？天下人都爱交朋友，是朋友跟朋友不一样，怎么有区别？你看有的就是点头之交，点头之交。什么叫点头之交？您说说。郭德纲出去走了街上了、啊、举个例子啊，哦哦，打个比方，打个比方是假的啊，那当然，比如说，嗯，假的啊，是是，您说，比如说郭德纲、啊，在中国相声界的人缘不是很好，这是假的吗？这个，比如吧，对，反正就是举例子吧。我走到街上了啊，嗯，我这走着啊，对过又来一个说相声的同行，跟我走一对脸，是，他就愣，嗯，哟，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郭德纲。啊，我跟他说话不说话，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？要打招呼啊，让其他的说相声看见了，他们得迫害我。您这人缘是不是太不好了？啊，我要是不理他啊，万一以后有用他的地儿怎么办？想的还真多，思过来想过去，只能是用点头。怎么点头？看看我，嗯，呵，好家伙，解着恨呢，这叫点头之交。哦，啊，交情很多，还有那个，嗯，忘年之交。您再说说什么叫忘年之交？忘记年龄的交往，没有年龄感了。比如说咱们哥俩，还是举例子。我60岁了。哦，您64，这我比您大4岁呢。我60，你64。嗯，你有一个女儿。哦，貌美如花，长得好看。身材、相貌、皮肤哪儿都好。您接着说。嗯，反正他就爱上我了。哦，这个事儿让我其实挺难受，没瞧出来呀。我就跟您闺女说了，我说、啊、这个不行啊。对，我跟你父亲关系很好，哎，我跟你母亲更好，这就别提了，这就别提了，这就不合适了。是，孩子说我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们要打破世俗的偏见，嚯，于是我们就不在乎旁人的闲言碎语，哦，别人胡说我们都不放在心上，追求这种纯粹的爱情。行，您甭捡好听的说了啊啊啊！流氓就说流氓就行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叫忘年之交。这叫什么忘年之交、啊？第六，交朋友嘛。过去老话说这俩人好、啊，怎么叫好啊？哥俩好得换来一边大，这是对的。我对你好，你得对我好，互相的嘛。一边大，嗯。英国有一句谚语说的特别好。英国有什么谚语？受人点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。这是英国的谚语吗？这个，啊，不是，您这个英国可能有这个意思的谚语，但是您得说英语啊。这是当年我在英国留学的那些年啊，然后您就先别提，啊，谢谢同学们啊。什么呀？
您先别提您在英国留学、啊、您就说这谚语用英文怎么说，受人点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。是你大点声管什么用啊，您得说英语啊。英语哈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受人点水之恩当以涌泉、啊、英文英语哈、啊、是有啊滴答滴答蜜哎哗啦哗啦哟嗨、哎嗯、您这都是相声词啊，您这废话说相声不说相声词了啊这不行，这就是交情啊啊！但是在所有的交情里边，最了不起的是什么呀？生死之交，嚯，过命的交情。哎，比如说咱们哥俩，啊，这又举例子呀？你看，这咱们哥俩举例子合适？好啊，在这个故事里面，于老师，嗯，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相声表演艺术家。嚯，我成艺术家了？艺术家。您跟相声大师侯宝林、哦、马三立、哎、刘宝瑞这些位您都不认识，我都不认识，我还是艺术家呢。但是您的从艺经历很坎坷。我坎坷成什么样、哎、你看您的您看过农村的这个露天电影啊，您看过东北扭秧歌的，哦，你看过河北农村踩高跷跑旱船的，这跟相声都没关系。这些东西激发了你对传统艺术的热爱。哦，我就爱上相声。对了，哦，有这么一天，嗯，北京要成立中国相声总团。嚯、哦，这冠名真大。您打算到那儿去报名？我要考这团，要为中国相声奋斗。啊，也就有我事儿。有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是深秋。那就是快到冬天了，寒露时节，这正冷了。你正忙呢。我忙什么呢？你在甘肃平凉、嗯、帮人家摘苹果。我怎么还帮人摘苹果呀？你摘得好啊。哦，摘完这个你要奔敦煌，上那儿去采摘棉花，收棉花，然后是湖南晚稻收割，晚稻，东北五大连池，嗯，收土豆跟大豆、哦、还有玉米。哎呦啊，然后您还要奔石家庄。石家庄这会儿是白菜正出苗的时候。不是，这全国的农活都我干了，全是我一个人啊。您有手艺啊？不是，我手艺我不是说相声吗？现在您决定去说相声，不干这些活了啊。我考这团，先给江苏扬州打一电话。干嘛呀？采藕那个事儿我不去了。废话，我还全惦记。于是您从石家庄就去北京了。我上北京这一天，您到在北京最南边。我到哪儿了？这个地名叫大兴，啊，大兴是北京的最南端呢、啊。紧南头啊，到大兴往北一走就是北京城。哦，但是到这儿，您眼泪下来了。我难受什么呀？大兴这儿挖沟，挖沟就能挡住我吗？这条沟宽40公里，哎呦，长5000公里啊，深1万米。我让通天河给我挡住了，我还过得去过不去了？这不出妖精吧？这你看，我都到了北京了，我往北再走一点点，我就能到中国相声总团。这有条河，你看，哇，眼泪下来。是是是，正好赶上村长开车出来。他干嘛了？哭什么呀？啊，我想进北京，我就让他们拦住了，去不了。对，你上我车吧，我正好进北京，给你捎过去。他带着我，还是好人多。那倒是，坐着村长的车进北京。哦，人家说您这儿下车吧。哦，我还有别的事儿，我不能送您到地儿。过了沟就可以，你往北一走就好。好好好，村长走了。嗯，于老师往北走，走吧。他下车的地方是北京的昌平。昌平可是北京的最北边了，也就是说您成功的绕过了北京。哦，就没停。哎，顺着昌平一直往北下去。哎呦，没多久您就看见五台山了。嚯，我都到了山西了。多年之后有人问于老师啊，那次的迷路对您打击大不大？我说什么？于老师云淡风轻。嗯，贫僧我出家了。我至于这么想不开吗？我后来在山西又收了3年的油麦。好家伙，于是您就成为了一个出色的相声表演艺术家。您这话我都没听明白。怎么呢？您这我干半辈子农活，我上山西又收了3年油麦，我就相声艺术家了？这哪来的事儿啊？这个我不说了吗？于是你就是相声艺术家。您说于是有一转折也不代表我怎么学。你有点不懂事儿，真的。我怎么不懂事儿？你有点不懂。我说你是相声艺术家，
你就说好的，我是就完了。我，你要是这么矫情，那很多艺术家根本就解释不清。别给脸不要脸，就得了。这当个艺术家怎么的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糊弄糊弄就死了，没事。我竟无言以对，你看这事儿。你看，当然你不能就你有点小原因，你得说原因嘛。因为您在一直的提升自身的素质，这就对了嘛，好吧？我怎么提升的素质呢？提升素质，你扶老太太过马路。这又不挨着了，我扶老太太，老太太过马路，你扶着，这一天能扶700多回吧？好吧，哪儿来那么些老太太呀？你就可着一个扶就行，一个老太太来回蹬呐。哎，你扶她过300回就是600回，对不对？好家伙，哎、老对，这是一个办法啊。老你还帮老大爷找儿子，老大爷找不着儿子了，老大爷坐着抽烟呢。哦、你过来问他，老大爷，嗯，您儿子呢？哦。老大爷说：“我儿子上班去了。哦”好，以后我就是您儿子了。这凭什么呀？别难过，好不好？费好什么呀？人老大爷儿子上班，人还下班呢。人家你再找下一个老大爷，我就合着缺儿子。我你净干好事、啊，你还帮助渔民打水，这不是撑的吗？这不是渔民在给人守着水呢，我给人打水。渔民在船上干活啊，你上河边拿盆。舀点水啊？要水吗？啊！渔民说：“滚！”哎，你还帮助农民喊加油，这是怎么来的？这农民跟地里干活了啊！你站在路边加油，加油！哎、我这浪催的，我这是。对对对，就是由于你提升了自身的素质啊，这就算提升素质。人别人都说德艺双馨哦，虽说你没有艺，但是你一身都是德呀。那管什么呀？我这个、由于你一身的德，你就得出去散去。哦，我这散德行呢，合着。你是个相声表演艺术家，啊，就艺术家了。你今年73岁了。嚯，艺术家这日子还真好混。那是啊，你每天下午2点准时出现在天津德云社马路对过那个便道上说相声。我在马路便道上说相声。对，你这个艺术家不能见房顶子。哎呦，就在屋里说你难受。不是，那马路对面不是都是咱们的热心观众？哎呀呀，好多粉丝围着你。对呀、啊，我哎呦，给你这6个粉丝乐的呀！啊，就6个粉丝啊，有一个是孕妇还没生呢。行了，就不在那指标了。围着你听你说相声，爱听哦，往那跟前给你扔钱，扔钱，哗楞楞，哗楞楞，全是零钱呐，有钢镚，有整的，是吗？一捆一捆的，哦，3000万、5000万，哎呦，每一张都印着玉皇大帝，好家伙！全是冥币呀、啊！点火烧，于老师拿钱来吧。哎呦，我花得了吗？这个、自媒体也来了，还有新闻，拍您的照片，给您发抖音、发头条。哎呦呵，啊，艺术家红扑扑的脸蛋、啊、是不是衬托了郭德纲的黑心？怎么还有你啊这里？哎呀，这捧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踩乎我。哦，不重要，是吗？这一天您的机会来了，来什么机会了？人群外边进了一个老大爷，老头是一个归国的华侨。或外国来的啊，来自赞比亚。远点吧，这赞比亚是在非洲的中南部地区。是啊，这个地方第一是出木头，木头。你看你们盘的手串，哦，紫檀的呀什么的，哎，那儿的最好，硬木。第二是那儿出铜，还有矿，金银铜铁那个铜。嚯、哦，赞比亚的铜占全世界25%，嚯、哦，保有量不小。他们那个地方要吃的东西特别棒，叫恩西玛。哟，什么叫恩西玛呀？有一种这个农作物叫玉米，你知道吧？知道，这干了半辈子农活了，还不知道玉米？你这玉米知道？知道、玉米上边那个颗粒弄下来，老玉米豆啊，把它磨成了粉啊，玉米面啊，拿这个加上水熬完了一喝，叫恩西玛，叫棒子面粥啊，这恩西玛。这您要去就了不得了，怎么了？好家伙，您盘着木头手串儿，嗯，戴着铜帽子，嚯，扎到盆里边喝恩西玛。哎，我什么德行啊，我这。于是您同意去赞比亚演出，人约我了吗？是不是？嗯，收拾收拾吧，不能在天津德云社马路对过表演了，我要出去了，要出国了啊。嗯，收拾好东西，先到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。哎，又不像话了，怎么？
我上赞比亚，我坐长途车去的。不是，你是到北京啊？你一问呢，机票太贵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决定坐船。坐船也可以啊。啊，你从六里桥长途站坐车，先奔天津港。哦，天津港码头上不是有船吗？我在那儿上船。对了，到这儿一问，这个船票不比机票便宜啊。哟，那怎么办呢？于老师想了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找了一根绳子。干嘛呀？这头拴腰上。那头呢？那头拴船上。哎呦，在海里泡着。是啊，只要你开船就得带着我。哎，他还落不下我。那是啊。嗯，准备了很多榨菜和咸鸭蛋。我带这玩意儿干嘛呀？这东西跟恩西玛绝配。嗨，哎呀，我这想的太细致了。我这收拾好了，拴好了绳子，那头挂到船尾巴上啊。于老师就下海了，我等着开船。就是稍微的时间上有点问题。怎么呢？这个船是刚来哦，需要调整啊，检修，一个月之后才开。我下去的太早了吧？跟这泡着等着吧，反正都下来了呗。啊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其实有点遗憾。怎么呢？有，我不应该到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。为什么呀？你我天天在天津德云社门口说相声啊，打那儿去天津码头更方便。嗨，我也是没算过账来。等着吧。嗯，等了30天。哦，您把我盼来了。哟，您干嘛来了？我到码头上来做一点小生意。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买了20艘游轮。哦，你先等一会儿啊。好的。我算算这个。哎，我就为买不起船票，我跟海里泡了30天。您买了20艘游轮呐？就是那个小的40层楼高的那种游轮。哎呦呦，您管那叫小游轮呐？我带着我儿子上码头上来接船来了。带着哪位少爷？哎，郭麒麟去拍戏了。哦，我带着郭汾阳小孩啊，带着他来。这说着话，小孩淘气啊，他在码头上他要撒尿，那叫淘气吗？回头看看没有公共厕所，那哪有啊？他想就站在码头上往海里尿就是了呗，这肯定可以。他哪知道，海里边还有个艺术家呢。这哪艺术家在海里待着呀？啊，孩子站那就尿啊，于老师在底下呢。是，我得告诉他一声啊，啊，别，是嚷，哎，跟他说，哎，喊，哎呀，哎呀。我这一点没糟践，合着是，也挺高兴，是吗？可算喝点淡水了。哎呀，不是淡水，这个儿子回头一看吓坏了。啊，妖怪？什么妖怪？有海怪？没有，看清楚了。我赶紧，哎呦，啊，师哥，认识了。您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，是啊，我洗海澡呢。啊，您最近没上德云社门口骂街去是吧？啊，哎，对。没那功夫了，快捞上来，捞上来！啊啊，给于老师捞上来。是，于老师很大气啊。是吗？我还摇着绳子呢。我干嘛呢，师哥？啊，把这事儿一说，哦，我很难过。怎么难过？我说你有点犯不上了。怎么呢？为省机票钱至于这样？哦，打发人去给他买机票去。怎么？你给我买？买机票，买头等舱，送于老师出门，就最好的那个。于老师坐了头等舱，高高兴兴。是，飞机起飞啊，奔这个坦桑尼亚。哦。哎，不对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不是去赞比亚吗？怎么奔坦桑尼亚了？他没跟我说实话。我干嘛了？要是说赞比亚，郭德纲抢到我前面去了怎么办？怎么着？这恩西玛不够分的是怎么着？去就一块儿去呗，具备所有相声艺术家的心态啊。什么心态？不能跟他说实话。哦，说这个坦桑尼亚跟赞比亚这俩挨着啊。哎，打那儿到那儿也不远。那倒是。哎呀，后悔了。不该说我一个人去。那我应该说俩人去。干嘛呢？买2张票，我还能退一张。这心眼都搁在这儿。哎呀，那天在码头上，他儿子还尿了我一身。那倒是。回来我一定要找自媒体骂他。怎么骂呀？我就说他接船去没带郭麒麟，说明他偏心眼儿。哇，一带节奏就有。哎呀，什么人性这？说话间，飞机降落在。坦桑尼亚还真快。坦桑尼亚有一个伟大的自然景观，什么呀？动物大迁徙。哎，对，那儿动物多，长颈鹿啊，角马邓羚啊，对对，狮子全有，无边无沿。是是是啊，您这一落地，动物们一回头，啊啊、哎，怎么了？艺术家呀哈，所有动物都认识我呀，就是动物才认识你。哎呦。
哦，动物这个玩意儿最灵啊。是吗？动物提鼻子一闻，哟，这个玩意儿没人味儿啊。是啊，追。哦，全追。于老师跑啊。那是得跑啊，您有扭秧歌的底子呀。哦，就那么跑啊。您打这儿就跑到了赞比亚。哦，合着我是迁徙过去的，这是啊。巧了，到了这儿，哎，这个部落正是约您演出的那个地方。哦，还真巧，酋长带着村民们正在庆祝。庆祝什么？今年玉米丰收。哦，恩西玛。哎，人家准备搞一个恩西玛庆祝大会。那好啊，酋长这会儿正唱赞歌呢。嗯，赞歌。哎，给这个玉米神唱。嚯，柳叶遮满了天，白起来的这个明啊公，细听我来言呐、啊，恩西玛，什么乱七八？这酋长是张云雷是怎么着你？好家伙，全会这玩意儿！酋长唱完了啊，说艺术家已经到了。啊，来了啊，请给我们表演节目吧。哦，我还演啊。于老师很高兴。哦，尊敬的酋长，尊敬的各位村民，好，今天来到你们这儿演出非常的高兴。是，今年这个是玉米的丰收。对了啊，这都是离不开酋长带着大家辛辛苦苦。哦，过去一年风风雨雨，希望明年还有更大的丰收。是，最后我要讲一个小包袱，希望你们开怀。您说。我觉得我好像酋长的儿子呀。什么乱七八糟的这。演完了，村民们都纳闷啊，这是动物呀。哎呀，嗨，没听懂，您的艺术已经欺骗不了非洲土著了。那全不懂了。酋长一挥手，捆上，捆上。大伙儿过来，气质咔嚓给您捆上。哟，捆您特别方便。怎么呢？您这搭拉着绳子。哎，好，我还没解下来呢。这给您搁在锅里边干嘛呀？啊，身上搁好些个玉米面。哟，兑上凉水啊，锅底下续上劈柴。好家伙，要做肉汤的恩西玛，他们要拿我开荤。嗯。消息传来，在北京把我急坏了。您听见了？我得救你啊！那是得救啊！73岁的老艺术家、啊、不能就死在那儿啊！活着不容易啊！我得救他。您来吧。我得准备好多的武器，还拿兵器，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躺棍、槊棒、鞭锏锤抓拐子、流星。嚯、哦！带尖的、带刺的、带轮的、带刃的、带绒绳的、带锁链的、带倒齿钩的、带峨眉刺的啊！什么单刀、朴刀、鬼头刀、长柄短刃刀、青龙偃月刀、崩藤护伞刀、曲刃戟千刀、腰刀、吊刀、驴耳刀、曲刀、戟刀、眉尖刀、玉林大刀、行刑刀、霍去大刀、山头刀、牙柄腰刀、鳝鱼头刀、金梁环柄刀、狮子长环刀、龙环柄刀、龙雀大环刀，真不少。捆上，捆上啊！拿绳子捆这些个东西。哦哦哦！捆着捆着后悔了，怎么呢？送你走的时候应该把这绳子留下。这嗨、嗯，别提这绳子了。捆好了，扛着它奔机场。哦哦！登机口，空姐拦着我，说什么呀？您这不能上飞机啊！哦，好，再见。对，完了，就这么一句就打不回来了。回来我就琢磨，我还救得了他，救不了他？得救啊！已经5天了。是啊。这个人熟了没有？哎，嗯、什么叫熟了没有？我得救他，我得管他，可不是吗？我们俩这份交情，生死之交啊！没错，我不管他，谁管他？您得救，不管了，不顾了，不顾了，不管了，管不了了，顾不了了，是吗？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唱起了动人的歌谣。哎呦，您快点，我都扒锅了，知道吗？掏出手机来，给酋长打一电话啊，把人放了吧。我完了，这事儿是你们俩编配的，是吗？就把您接回来了，接回来就好。摆一桌子饭，山中走兽，云中宴啊，端起茶杯来，倒满了。嗯，哥哥，我敬您一杯，给您啊接风掸尘，这多好啊！于老师端起杯来说了句话，差点没把我气死。我说什么呀？我想喝恩西玛。哎，我上瘾了。下面，请您欣赏《英台休书》，表演者陶云盛、倪九涛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伙儿啊！谢谢大家，雷鸣般的掌声。哎，谢谢谢谢，太热情了。来到青岛，我很开心。是吗？啊，因为这是我第二次来青岛。哦，啊，第一次来呢还很小。哦，小时候。小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才这么高。哼，现在也没多高。讨厌。
来这儿咱心情是无比的激动。哎，那是啊。来这儿说相声呢，嗯啊，还是头一次哦。啊，来的观众有认识的，有不熟悉的啊。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。哎，说说吧。我呢，叫陶阳啊，这是我的名字。嘿，啊、谢谢谢谢。刚才侯震老师报陶云胜呢，啊，不是别人啊，也是我。哦，这是我的艺名。对，这是我的艺名。谢谢大家，要鼓就都鼓出来啊。哇，这边还有人呢！哎呦呵，上边没有，啊、没有，咱没卖吊票这个啊。介绍完我了呢，哎，还得让大家熟悉熟悉我们身边这位啊，说说我啊，这是我的那个大当，啊，您把那话说清楚了，什么词儿啊？搭档，搭档，搭档，哎，啊，搭档，对，他姓朱，叫朱才怪。您先熟悉吧，您先等会儿吧，别胡说啊！啊，我不是朱才怪。哎，您一说，大家都明白了啊！不对，怎么了？我是朱才怪。那我说对了。问那个，我不是猪，我是猪，我不，我拱死你我。怎么的了你？像话吗？没这名字。那你叫什么呀？倪九涛。倪九涛，哎，啊，不是朱才怪。对，又来了是吗？这个，就提我名字就得了。就叫倪九涛。倪九涛，不改了。不改了。你要是改呢？我不是东西。就是。嗯，挺好的名字，改的干嘛？没有，压根儿也没想改，知道吗？谁给起的？这儿我父亲起的呀。哦，我起的。哎，你起的干嘛？甭占这便宜啊！姓倪，哎，对，这个倪字怎么写？能给大家普及普及吗？这不常见啊，啊，就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反写的儿字。什么？一个单人一个反写的儿。哦，一个单立人一反写的儿。对，儿啊啊！我知道他儿啊啊，还是我给你起的呀？哎，占便宜来了是吗？这个。不是你起的，确认一下。哎，就这个字儿，是反写的儿，一个单立人啊，没错。肯定吗？肯定啊。肯定。肯定啊。慢慢啃吧。哦啊，泼你！我啃那玩意儿干嘛呀？有一位著名的主持人啊，倪萍。哎，央视主持人也是这个姓氏。哎，姓倪呀、啊。啊，还有一位哪位、啊、影视演员啊，叫倪妮。哎呦，这太火了。哎，嗯，我女神。啊，确实好看，也是这倪，哎，没错。还有一位，哪位呀、啊？倪大强，都听说过是吧？什么呀？嗯，大红，倪大红，啊、对呀，演的那个叫苏大强。哦，我给人弄混了。倪大强，哎，对，还有一位主持人，哪个？也是你这个倪啊？哪位呀、啊？尼格买提，尼格买提，不是了啊，这不是一个倪了。人是那个少数民族小熊维尼的尼。您姓尼？尼，哎，不是一种尼，是姓尼，叫倪九涛。哎，我的名字，好名字啊！相声说的棒，反正捧我，说学逗唱啊，整个德云社我不敢说 啊，因为能人太多了。那是 啊，老话说嘛，能人背后有人弄嘛，哎，能人有人弄干嘛呀？有能人，你不如他们，啊、但是说在我们。德云社 啊，这十几个队伍当中，是我是德云三队啊。对，在我们队伍来说啊，三队人家是这个。你这是捧我们？嗯，干嘛还脆一下呢？飞过一个那个苍蝇，啊、还有苍蝇的事儿、嗯。他是这个啊，您这捧我很棒哦，说学逗唱样样精通。哎呀，一般吧，真的。啊，您比如说这学啊，学说相声的能模仿啊，啊，他学的就特别精彩。啊，反正能学点倒是。最擅长什么呢？啊，广告配音。哎，这个反正还拿比较拿手吧。嗯，今天给大伙儿展示展示。展示一个啊，热闹热闹。哎，可以呀、啊。也是头一次来青岛啊，展示一个配音吧。嗯、大家应该也见过啊。那我就来了啊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，江南皮革厂倒闭了，老板带着小姨子跑了，原价380、480的皮鞋，现在通通只要28元，只要28元。
那个得了脚气怎么办？是不是也你？哎嗨，那没有，没赶上呢。哦，没赶上。哎哎，您别说，他这个声音非常雄厚，还行吧？发声有共鸣啊，脑腔共鸣。有这个倒是。腮腔共鸣，有腮腔共鸣，还有胸腔共鸣。哎，这个有。盆腔共鸣，哎，那就是难产呀。什么叫盆腔共鸣啊？都用上了，这是丹田气啊，声音非常的有磁性啊。那是啊，嗯，就他这个磁性啊，哎，我跟您说，我怎么改了母的了？我还就他这种磁性的声音啊，有磁性，不好掌握啊，是在学，哎，说学逗唱，嗯，哪门都离不开一条好嗓子，哎，这话对，还有一副好声音，哎，还好听，是这个得练啊，每天早上起来啊，8点来钟，七点半是到河边或者到海边。哦，河边海边还得喊嗓子哦，就为了借借那水音儿。哎，有这共鸣啊！今儿我早上起来啊，在那海边上是，我听有喊嗓子的。哎，还有呢啊啊啊啊！哎啊啊啊！咦，喊嗓子。对，嗯啊啊啊！为了把嗓子喊开了。对呀，嗯，您常听河边海边上有这种声音？哎，也有啊啊啊！救命啊啊啊！救命啊！别跳下去。浪太大了，太大了，那就是浪的，那就是喊嗓子，嗯，说学逗唱是，嘴皮子得好，可不，嘴里头不能有毛病，嗯啊，你说嘴里有问题，说不了相声，有问题，哎，什么问题都不成，是吗？咬舌、见舌、大舌头、磕巴啊，都说不了相声。不是，您举个例子说说，没有歧视人家的意思啊，啊，就说相声这门很难，是，您说磕巴啊，结巴很常见啊啊，说话呀不太利索，是，您比如说吧，啊。电台那个整点报时啊，有啊，简单吧啊，现在北京时间7点整啊，都这样啊，咱说很利索，很明了，您让结巴一说完了，不是可以让他试试啊，太耽误事、啊、没有这个事儿，结巴报时哎来了呀，刚刚刚刚刚啊，就刚刚刚啊，刚才哎最啊，最后一响，北那就北说呀啊，北京时间哎，那就七哎呦呵，8点半了哎，8点半了这都，这多耽误事啊，全耽误这嘴上了，你让结巴说相声，郭老师这一晚上也上不来，哎对，全是他的了，全耽误了啊，嘴里头好，嗓子得好，那是说学逗唱嘛，嗯，主要这个唱，您听郭老师经常在舞台上唱啊，太平歌词小曲小调是很好听，今天来到青岛了，我也很开心，给大伙儿唱两句太平歌词好不好、啊、太好了，唱就是皮毛而已，其实太平歌词也比较简单啊，一个上句一个下句，一唱是这个味道，那您来来，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哎，听这鼻音，哎，怎么样？还真不错。双，哎，有这鼻音啊。双，是这个，没有重感冒唱不了这个，没听说过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四季清香，那春游苏堤桃红柳绿，这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，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，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，可以鼓掌了。嘿，哎，太阳，唱两句让大伙儿熟悉熟悉再啊，确实不错。这还得听郭老师的，哎，郭老师的调门高，那是声音高，调门高，没错啊。老话说嘛，什么呀？矬老婆高升。哎，你们俩这个身高比分咬得很紧。这是我学习的偶像啊！是啊，我很崇拜他哦。那有的时候在家给他唱完了，他也不满意哦，给我指点啊？怎么指点呀？你想啊，又是干儿子，又是徒弟，哎，双重关系。他怎么说他也不过分，那是，这是代表关系近啊。对了，老训斥我哦，你以后不能这么唱了。哎，你这句唱的不对，你还犟嘴。哎呦呵，行了，还蹦起来打你是吗？这个啊，行，你俩差不多啊。
这都是郭老师教的啊。如果说我唱的不好不到位，哎，您找他去，哎，把自个儿摘干净了呢。这是本功唱啊。如果再唱呢，唱歌啊，唱戏呀、啊。啊，大家都知道我唱京剧啊、嗯，要到说相声里，这归学哦，学唱了，模仿一类的啊、嗯。大家爱听戏是。头两天郭老师在咱们这个交响乐团剧场啊，还唱了两天。哎，昨天还唱来着，唱的那个什么来着？你去了吗你？我没买着票。对，你是不用买票，你挣钱去的呀，你是。对，演的那个济公啊，济公传呀，济公烧济公嘛，烧济公干嘛呀？嗯，济公，济公传，哎，演得很棒，是国粹京剧，哎，郭老师功德无量，那是弘扬传统文化。您像我们这岁数的啊，就是得这个学习传统艺术，哎，尤其是京剧，嗯，这是咱们中国非物质非文化遗产，我们有这个义务要把它飞了。嗯，对，全让你糟践了，知道吗？嗯，什么叫非物质非文化呀？怎么说？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应当继承，那是啊，平常没事就学啊，没事就听，是没事就看。哎，你像什么京韵大鼓啊、曲艺类的，我们也得学。那是啊，京韵大鼓有三大流派啊，各位可能也知道。哎，可以说一说，叫刘白张，没错。刘呢？刘昊然，刘昊然，白敬亭。哎呦，张呢？张九龄。要行行，张九龄干嘛呀？不是这三个啊。张九龄应该是黑派，黑派干嘛呀？刘宝全，刘宝全，哎，那个京韵大鼓《大西厢》一唱出来多好听啊！啊，一敲那大鼓，是噔啷噔啷噔啷哒滴哒噔，噔啷噔啷噔啷哒噔个滴个噔，阿尔巴德那位俏佳人儿，兰梳妆，翠盈盈哦，得了不得点的病啊！嘿，还真清楚，多干净啊！啊，不得点的冰，多好啊！你要让大舌头唱这个就完了。不是，怎么人又不行了又？那我就想到这儿了，这个条件咱要求的很苛刻。你看唱嘴皮也得利索。不，大舌头可以，有丝弦的伴奏，这好来了。大舌头一唱这段啊，那等于自杀啊！不至于，你再学学，张。这弦儿也大舌头是吗？他不得模仿那三弦吗？你不用弦儿也大舌头。三弦知道吗？知道啊，就周九良老弹那个。嗨，是弹三弦吗？他爸爸也老弹。嗯，对，我爸是偏瘫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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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吹盈盈哦，来，割了背这个崩啊！嗨，这怎么这好？这病的就不轻，这个这多难受啊！太难受，我们唱着也难受，您听着更受罪。那是。哎，您看《大西厢》啊，这种题材啊比较多啊、嗯，爱情故事啊，相声说的也比较多，是戏曲舞台上也有很多的这种题材或者故事，哎，有展现呀、啊。啊，哎，你对这种故事题材有了解吗？就爱点这个男女这个情爱的戏，哎，不就喜欢点这个情情爱爱的？哎，我提几个故事啊，你了解吗？你可以提一提呀、啊。孟姜女，啊，知道啊。孟姜女哭长城，哎，孟姜女啊，思夫啊，她的夫君呢、啊，她的老公啊，哎、叫范喜良，没错啊，征兵修长城去了，哎，她非常想念他，因为什么呢？刚结婚呢，就让秦始皇给抓走了，哎，啊，征兵去修长城，没想到啊。压在长城底下死那儿了。孟姜女非常想他吗？那是啊。不是有这歌《孟姜女哭长城》吗？啊，有。背着包袱卷儿就奔了长城了啊！刚到这个八达岭高速啊，哎、一看有高速吗？那会儿长城八达岭高速干嘛？不得路过八达岭吗？没有，不一定是那儿啊。找不着啊！哎，找不着老公啊！嗯，很难受啊。是，放声大哭，哎，嗷嗷一嗓子啊，把长城就给哭塌了。你瞧瞧，把秦始皇疼坏了啊！那这娘们是拆迁办的，那拆迁办的干嘛呀？太厉害了，人感动上天了，感动上天，悲惨的爱情故事嘛。哎，还有一个哪个？那个，一个白长虫，一个绿长虫，跟一个男的爱情故事。你是想说《白蛇传》吗？还一白长虫跟绿长虫，
这哪个名儿是这么长的？这个就白娘子。那知道啊，看过这个吧？啊，那本书叫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啊，电视剧也有，有《新白娘子传奇》啊，《白娘子》。白娘子，哎，白素嘛来着？白素贞啊，白素贞啊，白素贞，小青，哎，许仙，没错，仨人的爱情故事，哎，仨人的爱情故事，乱不乱呢？他不乱，他就没有看点。不，俩人的，俩人，哎，啊，许仙，小青，哎，这俩人，非把白娘子摘出去是吗？嗯，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故事，你对白娘子这个人物了解吗？我倒还行吧。白娘子梳着两个大抓阄，啊，抓阄。您都看过那个啊，抓阄扎好多那簪子，簪子啊，跟避雷针似的。哎呦呵，啊，上面挂一蚊帐，蚊帐干嘛呀？头纱，白色的，哎，穿一身白。是，过去有句老话嘛，啊，要想俏，一身笑。啊，有这话，白色，白色好看，好看极了。嗯，啊，手里边呢，这个女性拿呀，不拿咱们的折扇。哦，过去不拿这个，啊，它叫团扇。哎，那圆的那个啊。布料绷上去的，对，或叫什么绢，咱不明白啊。也有画的，也有那个刺绣的，哎，有绣的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你这么了解这个故事啊？白娘子那个团扇上绣的是什么图案？哎，能说得上来吗？当着几千位观众，绣的是鸳鸯。鸳鸯跟白娘子有什么关系吗？牡丹花？不对，那不知道了。不知道了，我普及一下啊，我说的也不一定正确啊。白娘子啊，您要是搜去啊，应该能搜着啊。是，她这个团扇上绣的是刺身，刺身，刺身，有据可考啊。那哪有证据呢？还有那首歌吗？哪首啊？青城山下白素贞，洞中千年。绣刺身，行，别唱了，哪个刺身呢？这个就是那大肠刺身。去，甭胡解释啊！这证明你看得少，懂得少哦，知识量啊没有我那么渊博哦，还是差着。还有那么一段爱情故事，哪一段啊？大伙儿更熟悉了，您再说说《梁祝》哦，这比较熟悉了。哎，您要不懂这盖房啊，您就。听不懂这个故事，你知道吗？它是建筑类的这种题材。房梁房柱是吗？梁柱哪个梁柱？这是简称。梁山伯，全名叫梁山伯，住烟台。哎，啊，住烟台呀？啊，他不住青岛吗？房太贵了，没听说过的。啊，住英台，住英台。哎，梁山伯您知道啊？嗯，有108将。哦，领头的呢？领头的叫郭德纲。然后呢？你等会儿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啊，哪有这故事？这不《水浒传》吗？这懂得太多，乱了，乱码了。您捋一捋那思绪哈。梁山伯是谁呀？谁呀？一位书生。哎，三点水那个伯，那是梁山坡。哎，对，咱说是一个单立人，一个白。哎，叫梁山伯。嗯，梁山伯呢，进京考学，那时候就奔杭州去啊。路上碰见了祝英台。对呀，祝英台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啊，因为太喜欢念书了啊，不被这个过去世俗所这个叫什么束缚？哎，不允许。他非得要到杭州去考学。嗯，他的爸爸拦着他。哎，说家里边这么多书。或者我给你可以请先生来教你，为什么要一个人去杭州啊？就是啊，祝英台说了啊，怎么说的？因为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啊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四了季的清香。你让他唱出来，干嘛太平歌词什么的？好念书啊，祝英台女扮男装，哎，去杭州啊，跟这个梁山伯俩人碰着了。对。因为他扮成男性了啊，哎，两个人呢情投意合，哎，你一言我一语的勾搭上了，哎，然后呢，俩男的就勾搭上了，叫什么情投意合啊？两个人要决定拜把子哦，拜把兄弟，把兄弟啊。祝英台一琢磨，拜把子，我出门也没带着关二爷出来是吧？哎，怎么拜？谁出门别一关二爷出来呀？没有带着关二爷出门的，两个人呢，堆土围炉啊，弄了几根树枝啊当香，哎，啊，就结为把兄弟了。嗯，到杭州万松书院念书，是念了好些年，最后毕业了。啊啊，祝英台说我要回家。哦，因为他太喜欢梁山伯了。是，但是呢，又由于这个是男性的打扮，不能直说啊。你想这么多年，
这个梁山伯都没发现祝英台是个女性。哦，后来我也纳闷为什么呢。啊，这么多年这个祝英台女的，是梁山伯愣没发现。就是估计这娘们好看不了，知道吗？嗨，没听说，人是故意隐藏身份，故意隐藏身份。哎，回到家去呢，跟梁山伯提亲，说你上我们家来，我有个妹妹啊，九妹，想把她许配给你。哎，九妹知道吗？啊，九妹很漂亮，有那首歌吗？哪一首啊？九妹，九妹，漂亮的妹。她什么都会，你看见没？甭唱歌啊，砸嘛！哎，要把自己许配给她。哦，当然了，她的爸爸不同意啊，祝员外嘛，是祝朝奉嘛，是吧？祝朝奉呢，家里势力很大啊，有儿子好几个。当年因为攻打这个梁山的时候啊，被这个宋江给压制住了。哎，后来呢？你们家那书都是合丁本的，是吗？我怎么老往那儿串呢？怎么又是《水浒传》的事儿呢？啊，这个祝员外嫌梁山伯太穷啊，取消了这门婚事。是，梁山伯回到家去，一病奄奄，是起不来床啊，到最后悲痛欲绝，死了啊，死了，埋在这个湖桥以上。是，上边红字写的梁山伯，黑字写的祝英台。哦，就是生不能在一起，死也得埋在一处啊。祝英台许配给马太守的儿子叫马文才。对啊，这个结婚那天呢，跟他爸爸提了个要求，说我要上梁山伯梁兄那里祭拜一番啊，坐着花轿到了梁山伯的坟头啊，下了花轿，就在这个时候乌云密布，咔嚓一个大雷，把梁山伯这个坟给劈开了。哎呦，你说避雷针多重要是吧？哎，没听说过这。劈开以后，祝英台一看这是一个好机会啊，噌，哎呦，好家伙，进去了。这娘们练过武术，你看见没？嗯，必须得快啊。哦，你说你腿脚慢点，你胳膊夹上那儿，那多难看是吧？夹那儿了是吗？哎，再一打开啊，从里边飞出两只蝴蝶，是什么玩意儿？也叫扑棱蛾子。扑棱蛾子呀，嗯，蝴蝶，蝴蝶满带豹纹的。哈，你见着了是吗？多漂亮啊，蝴蝶，化蝶呀，一个祝英台，一个梁山伯啊啊！刚才我说的很重要，祝英台必须得快。哦，你不快，你夹手了，一会儿出来这么飞，他多难看！嗨，剩一个翅膀了，这么着。化蝶这故事很熟悉，是很悲惨。哎，大家对这个故事呢，都对这个主人公啊啊一种怎么说呢，很惋惜啊啊，很可怜这个祝英台。那是戏曲啊曲艺都演这个故事，哎，它很感人，很动人。你看山东有那种叫拉吼腔，哦，唱这段很好玩，哦，是吗？嗯，当然有点吓人啊，唱起来呢。这个很暴躁，大家不至于，啊，很暴躁。有小孩的，您抱住了，我唱两句啊。啊，啊来吧，您别吓着我，不至于的。太阳，你有病啊你！我吃药了，吓我一跳，你这缺钙，谁缺钙了？唱的每句最后一个还有后勾，哦，还有后勾，每句后边有一后勾。哦，您来来，拉好枪啊，那个太阳，耶，出来。滋了喂喂呀，滋了喂个喂呀，从那山上走下两个学生来，学生来，前边走这个梁山本，这个梁山的本，这个梁山本，后边跟的本是祝英台，也那呼那呀，嘿，拉后腔，还真好听，诙谐幽默啊，好玩极了，是 是啊，京剧也唱啊，哦，京剧祝英台，嗯，一唱是这个味道的，啊，您再来来。忽听得梁师兄得了重啊病，倒叫我祝英台毫不伤情。你看咱这手术做的多干净。哎，对，我听出来了，我这确实唱的不错。您听稍微有点沙哑啊，有个原因。什么呀？你这痔疮犯。哎，您这病都通着了是吗？这个最近有点上火，啊，闹嗓子，啊，吃嘎了，吃多了，哦，吃嘎了呀，连壳一块吃的。嘿，没拉死你呀，啊，这个。哎，你看梁山伯祝英台啊，在戏里边呢，一个小生扮演，哎，一个小旦扮演啊。是，对了。评剧也有这出戏，嗯，评剧听过吧？啊，评听过，声调很优美。哎，确实啊，一唱是这样啊。您来来，评剧啊，哎，别管以后将
如何结束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。可以了，一起唱，还一起唱。飞心底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。谢谢。哎呀呀呀！谢谁谢谁？人都唱出来了。这是评剧吗？是不是评剧啊，各位？你好几千人呢，你看你这就你一人说不是，没说歌曲评剧，评戏，你没说清楚啊，你没说清楚，我说的是评剧，你说评戏，那我哪会啊？哎，不会呀、啊，评戏我也会、啊，你提的干嘛？你说真着了、哎，评戏又叫三小戏，是小生小旦啊，小花脸啊，过去郭德纲郭老师唱评戏的时候就唱这个小花脸啊，好听极了，是，当然小生也唱，嗯，那时候郭老师年轻啊，对啊。扮上哈，哎，挺漂亮的。是，现在老了啊，老了。现在化妆的时候就得拿那个什么大力胶啊，哎，粘在这儿，往后崩。至于的吗？好家伙，不至于那么老、啊。因为做一回拉皮儿犯不上。哎，没听说过。哎，他也唱过这个戏啊，但是他唱的是《梁山伯》。哦，评剧卖呢叫《双蝴蝶》啊，最后那点叫《瀛台休书》，是祝瀛台的主角啊。对，唱到最后了啊，因为梁山伯病了嘛。对啊。这个马上就要快啊 ，BBQ 了，然后 BBQ 了，就马上就要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。祝英台想去看病，他的父亲不让，嗯，不去看病呢又放心不下，哎呦，没有办法，怎么办呢？写一封书信，嗯，还不能自己去哦，那大户人家呀管得很严，哎，不能随便出门啊，不像你媳妇家似的，哎，还提我媳妇干嘛呀？让他的丫鬟小银心啊去送信。梁山伯接的这封书信看见以后啊，悲痛欲绝，伤心过度，吐血而亡。哎呦，这娘们多客人是吧？哎，这是人家的事儿吗？这也不知道写的什么啊，嗯，可能写你快死吧，有可能是吧。这俩人是真爱吗？这就是这个出评戏啊，啊，很动人哦。现在唱的少了，为什么呢？有难度。哦，是在唱的同时呢，这个演员不能光唱台词，那还得有这个情绪哦。演员自己唱的得落泪，观众才能被打动哦。尤其那个老头老太太呀、啊，眼窝子浅的小姑娘们呢，啊，一听的这段《瀛台休书》啊，那是泪如雨下，这不夸张啊，全哭了。这是艺术的魅力，不不不，就跟您看韩剧是一样的。不，您这话啊说的太大了。一点吧，这是艺术。哦，听完就哭了。对，谁听谁哭。不可能。嗯，没碰上我。今儿就碰上了。碰上我，我不哭啊。哎，抬杠吗？不是抬杠，就是不哭啊。那这么办吧，啊，今天啊，我唱一回这个《瀛台休书》啊，哎，我就让你在青岛哭一回。哎，不可能。嗯，绝对不可能。你就不哭？我跟你这么说啊，啊，打落生到现在就没哭过。我爸爸死我都没哭。你们这捧哏演员的卖死爸爸呢？哎，对，你管不着。有多少爸爸呀？就是不哭啊，就是不哭，就不哭。你们家灭门了也不哭，反正别灭我就不哭。哎，你他眼窝子深啊。哎，那行了，那来吧，说到这儿了，几千位观众做个见证，瞧着呢，两边也有这个那个大屏幕是吧？啊，您能看得出来是到底看这位捧哏演员哭不哭？啊，准不哭。好吧，来呀。这样 啊，我交代一下。您说，现在这就是祝英台的闺房。哦，啊，我扮演祝英台啊，拿着毛笔给梁山伯写信。嗯，你站在边上呢，我你还得配合我。怎么配合您？要把你带入到我的情绪当中来啊。我，你扮演梁山伯。哦，我演一死鬼。你这时候还没死透。那不也快死了吗？那么，哎，你看你这形象不是很符合人物吗？谁符合人物了？嗯，我就是配合您一下。对啊，梁山伯。行，你这么看，让大家一看这梁山伯长这德行也不太现实是吧？是吧？我长相就这样了呀，也不太帅啊。怎么办呢？啊，因为我想念你嘛。哦，啊，咱们用一种电影的手法。什么手法呀？蒙太奇。蒙太奇。嗯，蒙太奇。哦，让大家想象我旁边就是梁山伯。哦，可以可以。蒙太奇，不是你这什么意思？这蒙太奇吗？蒙太奇，哎，一蒙上大家一看，太奇怪了。蒙太奇，哎，这么个蒙太奇呀，啊？啊，我就得蒙上是吧？不是，因为我这儿挺好的，我长得挺水灵的 啊，挺像祝英台的。哎，我这一唱，你往边一站，那这人家容易出戏，知道吗？
哦，怕出戏是吧？啊，那行行行行，来，给你打上点马赛克。嗯，现在开始了，评剧我得先唱一句搭调。各位，您把那个纸巾都准备好了，你太感人了，一会儿。哎呦，谢谢，这还没唱呢。你唱不唱啊？你这可说是山伯哥，山伯哥，小妹我害苦了你呀！哎，哪来这么一下啊？干嘛诈尸呢？哎，怎么诈尸了？干嘛呀？你这吹什么呢？你不是这玩意儿太热了，这个啊啊都出汗了，这哦视线不太好。对呀、啊，有点那个不群亮了。嗨、哎，不是，确实太热了，这太热了啊！那个拿下来，哎，你呢也别搅和我。啊，我不搅和你。你站在这儿老老实实听我唱这个啊。行行行，你准哭，我准不哭。论顿大大大得唱个领才来唱大铺得唱。祝英台提笔泪满腮点点的珠泪我是洒下呀、来上写着拜上了梁山伯，下坠着小妹，我叫祝英台，想当年在杭城同窗三载。你我爱咱们两小才，是指望啊咱二人乱烽火仙，有谁知啊我的爹他把我许配了马文才，听人说呀山伯呀得了重病，好叫奴是万两黄金我也买，不来，哎我那叫不应的天儿啊！哎，你怎么哭了？你踩我脚了。首先请您欣赏相声论捧逗，表演者张九龄、王九龙。青岛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特别开心啊，跟着德云社，跟着我们师父郭老师来到了这个青岛这个美丽的城市。没错，哎，其实对于青岛呢，德云社并不陌生。哎，我们经常来，每年都得来这么三回四回的。对，一来到青岛，哎呀，当地的父老乡亲对咱们德云社特别的捧场。哎，喜欢咱们，可以说这个专场都是特别的火爆。是，再一加上我们师傅和于大爷这二位的名字，那就是火爆非凡。嗯，但是呢，您看专场不能一上来我
师傅就给您表演哦。因为头一场节目，好多观众还在陆续找个地儿啊，熟悉一下环境的，没坐稳，不着急。哎，我们哥俩慢慢的说，对，您各位呢慢慢的听，是一会儿才会出现包袱和笑料。哎，咱们慢慢来，允许我们两个小学生呢做一个自我介绍，应该做一个说明。张九龄、王九龙，咱们哥俩。哎，哦，没有掌声，好嘞啊。谢谢谢谢谢谢您啊。哎，其实我们现在朋友们也有自己的专场，对啊，但是在体育馆演呢，咱们还得再加努力。嗯，您看我们哥俩能站在这儿说相声都得感谢谁呢？咱们感谢谁呀？我们师父哦，郭德纲郭老师。没错，我跟我师父什么关系呢？什么关系？师徒。哦，师徒关系。但是九龙您各位就得高看一眼了啊。为什么呀？台上您跟郭老师是师徒，我们也是师徒，到了台底下您可不一样了。您说生活当中，在生活当中呢，他跟我师父就是有血缘关系。嗨，你说这干什么？真事儿，您别乐，朋友们啊，有血缘关系啊。什么血缘关系？邻居。嗯，因为在这种时代呢，不他您也了解。行、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怎么了？邻居？嗯，不是，郭老师跟邻居能有什么血缘关系啊？你还不了解师父的为人吗？你是不打算干了是怎么着？你不是我，那我怎么说话？因为我不理解您家族那种状态。那您别胡说，那俩字怎么形容？我跟郭老师 啊，我们是生舅关系啊。生舅关系。生舅。王九龙是郭德纲的大舅。对对，他这个人小。您说是身高吗？您说是？去你的吧！啊、那您是他的外甥，他是我舅舅。但是在这个后台，人家不指着这关系。咱比较低调。我们哥俩合作时间也不短了。对啊，好多时候得感谢人家九龙对我的帮助。我们都十年了。今天来到青岛呢，我们哥俩岁数小，也没闲着。干嘛呀？早起出去啊，我们还逛了逛这市内的这个公园啊，风景名胜。我们好溜达。嗯，顺便呢，给我这个嘴开了个光。哎啊，这嘴怎么开光啊？就可以这么说吧啊，现在我站这儿说什么灵什么。不明白？您要不信咱试试。是什么呀？今儿听我们哥俩这相声，您要鼓掌的啊，发财100万。哇，你瞧瞧，鼓掌这就发财100万的。各位，这吉祥话还没完呢啊，还有热烈鼓掌的哦，200万。连鼓掌带叫好，您发财一辈子，朋友。好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通过您掌声，我看出来了啊，看出什么来了？青岛财迷不少。会说话吗？三两句吉祥话缓解一下演员的紧张。瞎说啊！跟人九龙在一块合作确实挺高兴。我也高兴。您看人小伙子往那一站，多么的优秀。怎么个优秀呢？这模样这戳个在德云社都数一数二啊。个头稍微高一点。个头高多高的个啊？我多高啊？我1.6米。1.6米那是你大舅呢。看你，你别瞎。您说，您要1.6米，咱小伙子没个儿了，咱。他不到1.6米。哦，别瞎说。实实拍拍的。我呀，多高？咱不开玩笑啊。我是1.93米。1.93米呀，啊，这个身高在相声界很罕见啊，比较少。您参加个体育运动，我认为都够了。我还是说相声啊，多帅呀！啊，而且个儿一高，身材比例也好。是。您台上这大褂传统，您看不出来。哦。到台底下，我们一穿牛仔裤，我就比不过人家。怎么呢？我这腿穿牛仔裤，那比例不好看呀。个头稍微高一点嘛。王九龙最起码得1米的腿吧？您这腿到这儿穿牛仔裤多帅呀、啊！谁呀、啊？您这先天优势，这腿不得在这儿？你骂谁呢你？我哪句话有恶意、啊？你骂谁呢？没有脏字儿、啊。我腿在哪儿呢？您不得在这儿大长腿，1.93米大长腿。你别瞎比划，当着这么多人干嘛呢你？怎么了？我腿不在这儿。那在哪儿啊？在这儿。我腿在这儿，个儿高嘛，对不对？您这腿在这儿、啊。腿在这儿，腿在这儿。那这是您肚脐眼吗？我有仨肚脐眼啊。我您腿在这儿。对，个儿高一点。嗯，那前两年我们戴口罩，你是不是勒裤衩子你就出门？你少观察我，你少看我。谁这腿分叉您改圆规了？去去去去去去，
开个玩笑，就是好啊，确实身材比例也好，个儿高一点，相声说的也好。哎呦呦呦，那么说各位，有这么一句话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呀、啊。没错，那王九龙浑身优点就没有缺点吗？是人都有缺点，也得有缺点，都有缺点，小小不言啊。哦，他有什么缺点呢？什么缺点？他这个脑子不太好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傻，就是形容王九龙。你谁？谁？我什么？傻，脑子比较痴呆。你才丑吧呢！我告诉你，哪跟哪儿上来没五分钟就说我傻了，我招你了？我没明白，您刚才这蹦一句什么词儿？您说？我说的就是潮吧，潮吧是，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大哥说夸你聪明。对不对？看你聪明是吗，大哥？对对对，呸！哎，你催人家！我也有青岛朋友。哦，那你说你潮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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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全家潮吧？你们全家潮吧？什么？除了你舅舅。想好了说啊！哎。还有你舅妈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还有你们家所有雍容华贵的亲戚们。嗯，这走仕途不容易，真是。他真的脑子不行，朋友们。你脑子不行啊？小时候没觉着啊，长大了我们经常出差。我跟您说，哎啊，我没有小时候啊，我一生出来就1.85米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一出差，他经常上当受骗呀。谁呀？上回我们去的地儿叫杭州，杭州上西湖玩去了。有，他在那儿买了8000块钱西湖特产哈尔滨红肠。对，我有钱，我乐意。这个脑子不行。你说这干什么呀？还不服是不是？我凭什么服啊？那这样吧，啊，同着这个各位父老乡亲，青岛这么好的地儿，你说出个题测试测试您行吗？随便来。我前两天看见一个小游戏啊，哦，叫一心二用。不明白。您这样，您把您的左手伸出来。左手。左手伸出来。这边。这还得琢磨。来来，这手指头缝岔开了。嗯，岔开了。右手食指举在空中，这干嘛呀？来回换手指头缝。这有什么？这是一用啊，一边换手指头缝一边回答我的问题。这没什么难度吧？左右脑的协调，随便问。咱这个手速和语速都得跟上 啊那你来，我快点。你得快点。我还得快点。哎，两边你都得跟上 啊好，开始了啊。哎哎，盯着点。嗯，我就盯。哎，我看着呢。哎，来，啊，开始，啊，来来来。别乐啊，别乐，好玩的在后边呢。问啊，来啊。叫什么呀？王九龙。多大了？26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有病吗？没病。没病你干什么呢？见着傻子了吧，朋友们？不我是王九龙，我26。这不你让我来的吗？这个脑子就不行。没那个啊，你看聪明极了。还不服？我凭什么服啊？换一个小题考考您。随便来。咱来一个最基本的啊。来，那好的。学说话您行吗？嗯，行。还得琢磨。咱来一个学说话。学说话多了不用，就3句。那我问问 啊中国话外国话？外国话那算欺负你。几句？3句。30句300句都错不了。德云社的学历没有人会外国话。别废话，啊，来来来来，3句是吧？3句啊。来，你数着 啊来，开始啊。嗯，我吃饭我也请您吃饭。我吃饭我也请您吃饭。我喝茶我也请您吃茶。我喝茶我也请您吃茶。错了不是？没有，这就错了。哪儿错了？没错呀。没明白？我住着意呢。我吃饭我也请您吃饭。我吃饭我也请您吃饭。我喝茶我请您吃茶。我喝茶我也请您吃茶。错了不是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对，什么？您这就已经错了。哪儿错了？我让您跟我学几句啊？3句啊。头2句都学了，第3句您怎么不学呀？第3句您还没说呢。我说了。说什么了？错了不？哦，这句也算呐。就这句重要。对，就这句缺德。你这玩意儿再来一回啊。再来一回。加点小心。这回我注着意呢。开始啊。这回几句啊？
哎，这回咱三句不行了，嗯，咱加两句，改五句了。五句您行吗？来，开始啊！我注这意了啊！我吃饭，我请您吃饭；我吃饭，我也请您吃饭；我喝茶，我请您吃茶。我喝茶，我请您吃茶。错了不是？错了不是？几句了？三句了？又错了？嗨！你冷不丁问我几句了干嘛呀？您这脑子就不行，这叫诚心。你这要我说，您这种智商，您这种状态，您就踏踏实实在桌子里边，您就捧哏好吗？以后逗哏的再说你傻，你就承认就完了。我捧哏怎么了？因为各位捧哏不需要什么脑力啊。谁说？就那么几句词儿啊。嗯，啊，嘿，合着你是我爸爸？哪有这句呀？不都这个吗？哪还有业呀？哪还有业呀？您没有别的词儿，您这脑力就适合捧哏。您踏踏实实的啊，把父母什么拿出来供大家消遣娱乐，对你到点一下班就 OK 了。凭什么呀？你逗不了哏。您这话太损了，谁逗不了哏呀？你逗不了哏。观众不知道，你还不了解吗？我了解什么？我咱哥俩多少年的搭档了，我怎么逗不了哏了？我十年，还十年了。头两年有熟悉的观众知道，咱们德云社拍过那德云逗笑社，我逗没逗过哏？我那摄像大机那包袱有没有？跟师傅我们俩对不对？我怎么没逗过？您还好意思提呢？多出圈啊！那那是最后一回了吧？后来谁还允许您逗过哏？后来我就回家了。就证明师傅告诉你，你这辈子就适合捧哏了。那回一次就彻底放弃你了，已经。不是你这话太损了，就踏踏实实一辈子捧哏就完了。踏踏实实我就捧哏，这辈子逗不了哏。您跟这工作无缘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你要这么说，今儿在这儿，我当着青海的，当着青岛的朋友，哎，走吧，朋友们，退票吧，我师傅在外省惹事儿了。退票！退票！别别！退票！退票！你先，你先进。我当着青海，你让人拐卖了是怎么的？那是什么？这叫青岛，这叫。我是筹吧，我是筹吧，我是筹。哎呀！哎，当着青岛的朋友、哎、太逗了！我不傻，我能逗哏。我今儿在青海，你就死这儿了，你就。给你埋在海里边知道吗？当着青岛的朋友们，我今儿逗一个，别去了，好不好？我今儿逗一个，别去，别什么叫别借呀？别借过得去。别逗哏，这师傅这专场这票又不好抢，票价又高，您逗哏那诈骗了。我怎么我诈？怎么您这话太损了？您不适合，我至于站这儿您不痛？我必须逗哏，我您别逗，我必须，我来一个行不行，各位？我来，来来来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那这儿，我跟你托付几句好吗？什么？我给你托付几句。这还是人话？因为逗哏的毕竟口才稍好一些啊。我给你托付几句。我口才就好，朋友们，对不起。你甭，你道什么歉你？九零跟您说抱歉了，没想到上来几句话，给这傻子聊蹭了。这都什么语言？这都是非要出来逗哏？我就逗。这样咱也不拦他。跟咱们都是好朋友啊，您就帮我一个忙，您记住一点，王九龙要逗哏，多可乐也别乐，咱们联合起来给这孙子气死，一会儿演完出咱们一块儿哈啤酒好吗？好话说尽了。你哪句是好话？你白不聊了，我告诉你吧，你这不就逗哏了吗？往这一站还啤酒，我跟您说，是不是？这有什么呢？我跟您说，各位坐住了，一会儿我给您逗乐了，谁乐的话，我请您吃嘎了。我跟你们说，真的，行不行？行，我这张不就逗了吗？我也没想到我能在这舞台上逗我哏，有什么呢？来了啊，换位置了啊，您逗哏是吧？我逗哏，你捧哏，哪能好节目啊？咱来就来那好的，别辜负观众，您放心吧啊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！你哪头的你？这我的小迷弟，这就是我的保安上。别干嘛干嘛？这喊一好给人轰出去，击毙你！行了行了，干嘛呢你？
这都属于是搅和。这捧我怎么成搅和？怕您紧张，观众给您添个小包袱。开始了啊，鞠躬开始，来来来，鞠躬，来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呀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我还你妈是不是也来了？今天呀，我们哥俩给您说一段相声。这个相声讲究四门功课，哪四门呢？说学逗唱。是，哪门弄好都不容易，都不简单。绕口令就难呀。说八百标兵奔北坡，北坡并排炮兵跑，怕兵炮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别再来一个了，别还再来，不是，这不还是你逗哏吗？哎，这词儿怎么这么顺呢，兄弟？我没想搅和，没个不顺，你净抢着说，我感觉很顺利就说出来了。你别抢词儿啊，我逗哏，我主说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你少说话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少说话啊，主要看我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我逗哏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哥俩给您说一段相声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您看这个相声啊，讲究是四门功课。你带着一家子来的，说学逗唱，哪门啊都不容易。你们玩吧，再见。人家观众都比你强。我死去我！你干嘛呢你？我在桌里边，你不让我少说话吗？你少说话，你不是不说话，你干嘛？你这受了辐射了是怎么着？你这，你干嘛呢你？你不让我少说话，你得说话，往里你捧哏的词儿，你得往里来呀、啊，就是，嗯，啊，嗯，是，你是我爸爸，这得来呀、啊，那耶，那得来呀、啊，你得还得塞话，咱俩捧哏一对一句的，干嘛呢？你得说话呀。俩人啊，啊！您看今天呀，哎，对，我们俩人很少，是一般的。你得学学，去你的吧！这都在腮帮子上了，您这都，我张得开嘴吗？我这都不是，我说话不说话都不行。我看出来，哥，这是狡猾，狡猾。各位，我不是狡猾，诚心。这观点您看对不对啊？你说，为什么王九龙逗哏感觉寸步难行？你诚心，您没有基本功，您打地基呀、啊。我们小时候背那个报菜名，一背就一寒假一暑假的背，您下过这功夫吗？不是，我们也学过呀。你拉倒吧你，这报菜名您能行吗？报菜名，对，咱年轻演员展示一这个，观众爱看。那我当着给我背一个，你别，你万一忘词救不了你。你不说你救不了我了，连大夫都救不了我了，现在好不好？行，你我背一个，你忘词可没辙了啊。来一个，不就报菜名吗？基本功大小咱都学过，传统相声报菜名多新鲜，我们叫贯口。来了啊。我请您吃饭，不去，不去。我妈告诉我，无功不受禄，您知道？而且我刚才吃的挺饱的。不是你，有他这样的吗？不去像话吗？我吃饱了，我不想吃您这请。我想请你，那怎么着啊？你得你去呀、啊。哦，行行行，好，你得去、啊。我说什么？我怎么捧？你说我去。嗯，好好好，来来来来、啊。我请您吃饭，我去。我去，我去，我是让你花钱是怎么着？我按您的要求又不对了。您这不说，我请您吃饭。我去，你有这么难为情吗？您给我来一规范的，咱就好好的。怎么着行？你这就我去就完了。怎么着？我再看看。我请您吃饭，我去就好了。哦，还得这样，职工之令的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我请您吃饭，我去。我不去了，我回家我按您要求，我去，不，咱别出洋相行吗？啊，行，得嘞，我配合，我咱就好好。真怕您灌口卡壳，忘不了啊！来来来来啊，好好的啊，一句是一句啊。哎，好，我请您吃饭。哎，得了，兄弟，嗯，您甭说请我吃饭了，哦，您把这菜名报个三样五样，我就领您请客这情了。太好了，您展示头一道大菜，我请您吃。蒸羊羔，好，蒸，这就吃不了了。我知道你小子没钱，
干嘛呢？你没下班了，师傅该展示了。哪儿下班？没到点儿呢，下什么班啊？你不用背了，背到最后这十来分钟你也嘿嘿，我没钱不没。废话，我背完了吗？我行了，九龙，不要在这上再挣扎。这就是搅和各位。各位，我再说一观点吧。您说现在人家火的诗歌，什么岳云鹏啊、孟鹤堂、张云雷，人家上综艺这儿火那儿火，人靠的是报菜名吗？人靠的什么呀？人靠的是脑子，不是靠的搭档，不是随机应变哦。人必须得脑子反应快。您要真说同着这么多观众，您敢现抓哏吗？就是一对一句即兴表演，你一句我一句，这 freestyle。这都什么发音啊？这行吗？子母哏行吗？一对一句的，你一句我现场就给各位逗乐了。您别搅和，没问题。那咱可说好了，你说，咱哥俩都年轻。对，您要是现场抓哏，嗯，不能打人，不能骂人，不允许拿父母老家开玩笑。哦，我逗哏是不许打人，对，不许骂人，对，不许拿父母老家开玩笑。我的要求。怎么你逗哏的时候没这么多要求呢？因为你没提。我以为你很享受呢。我见，能不能做到纯绿色相声？说点正能量绿色的好的相声，那给观众逗乐才叫能耐。来一回，给师傅露脸，一对一句的来，好好捧哏啊！站好了啊！我还没说呢，谢谢谢谢。你这观众逐渐往后走了，前面的观众识破你了。来，辛苦您呐，辛苦辛苦我嘞。这是捧哏吗？这？这个，昨儿啊，我到您家了。到家到家了。我啪啪啪一打门呐。打啥门？打里边出来个人。穿。我一瞧啊，不是外人，我们家没外国人。没外国人，是您媳妇儿，我大嫂子。大嫂子，大嫂子吧嘞。问您说呀，没在家，没在家，没在家伙里，我就走了，走吧。我就走了，走吧。哎，我走了，不走死我们家。你也走吧你。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哎、动手了，没能耐了。你这是捧哏，你干嘛呢？你这不搅和吗？那谁能乐呀？那个，我告诉你，九龙。你自己没能耐，别赖别人。哦、我没能耐。你要这么捧哏，我逗得满场哄堂大笑，信吗？可能。换过来，就像你这，你能逗乐了？来呀，来呀，来，我还就来服了我。来，不较劲吗？这不是，来，还敢给师傅话筒调高度？来，找死吧你！我们都自个儿人，你甭管，我们都亲戚，你甭管。来，那都你舅舅不认你，往好了不会，往坏了谁不行啊？来吧，辛苦您呐。辛苦不来，绝对是有什么遗传病。那天，谢谢，你别吓着你所谓青海的观众啊！你别给人吓坏了。来逗哏呀，你逗哏来呀。那天啊，我上您家去了。上家不是。我您哪位给打个120吧，我这。他扛不了五分钟了。我到你们家呀，我夸夸夸这么一敲门。敲门什么？有打里边出来一人。我出来我一看呐，不是外人。不是外人啊，没外国人。是你媳妇儿，我大嫂子。大嫂子。我有一问呀、啊，我说九龙呢？他告诉我呀、啊，你没在家。没在家吧？我就进去了。哎呀，出来！你还在乎这个吗？我在乎。您都这样了，您还在。你就因为这样，你才不能欺负我呢。你留不住你媳妇儿。你甭废话，你进去了像话吗？不能进去吗？你得走。还得走，你走啊，行，赶紧走。我到门口一敲门啊，你媳妇大嫂出来了，一问说您没在家，没在家吧，我就走了。你走，我出了大街了，滚！我进了小巷子，你死
子。我看见你爸爸了，看见吧？你爸爸长得跟海绵宝宝似的。笑爆青岛，怎么样？多好！不不不，你爸爸长得跟海绵宝宝，这可乐吗？这个可乐呀？不是，您这叫什么包袱？观众乐了。不是，观众乐了归乐。不是，咱前面可说了，不许打人，不许骂人，不许拿父母老家开玩笑。我爸不海绵宝宝了，那能行吗？那个，那观众乐了就行啊。哦，这么贵的票给人逗开心了，乐了就行。对呀、啊，那海绵宝宝我也能给逗乐呀。不可能，换一回，来来，逗不乐，我就调了，我今儿就，不就海绵宝宝吗？我还说你爸长跟派大星似的，来来来，辛苦您呐，行行行，来。昨儿啊，我到您家了，来来来，我啪啪啪一打门啊，又打里边出来个人，出人出人，我一瞧啊，不是外人，没外国人，您媳妇儿，我大嫂子，是她是她，问您说没在家，没在家，我就走了，走吧，我就进大街了，再见，我串小巷了，去吧，我看你爸爸，你爸让人拍他，停停停，你看见谁了？你爸爸？不不不不，你看见我爸爸？我看你爸爸了？不能，怎么呢？我爸爸死了。跟我斗，我爸爸死了，您碰不见。死爸爸有什么可牛的？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爸爸死了，我爸爸死了，您怎么碰见？说相声最基本，您不能骗观众吧？死了是吧？死了。其实我爸爸也可以死。来来来。来来来来，非得给他玩坏了，来，辛苦您的，死了。兄弟死早了，嗯，不在乎这一伙儿，再抢救一下，来来来，继续，咱前面得对着啊，你来，那天我上您家了，你上，这这这，我一打门呀、啊，就打里面出来一人，是您媳妇儿大嫂子，您没在家呀，我就走了，你走，我一穿大街，我看你爸爸了，你爸爸找，等会儿，这差点划过去，你记住了啊，哎，我爸爸也死了。也死了，嗯，你爸爸死你美什么呀？就这种事儿需要同着六七千观众汇报一下吗？你是你给弄死的是不是？哎、你别非要就也死了、啊、也死了，你不能逗乐吗？朋友们，我刚才有半句话落说了，你这就这么碎，我不是这两天碰见的，你看我能让你堵住吗？哦，不是这两天碰见的，去年春节过年有一段了，嗨，去年春节碰见你走，去年春节碰见我爸爸，对，我爸爸死八年了，死八年了，那我碰见就不是你爸爸，碰见谁？不是你爸爸，我碰见你大爷，哎、啊，他大爷有一事特别好玩，啊、我跟您讲，你说我大爷？对呀、啊，俩人像，我模糊了、啊，我大爷，对，个儿不高。个不高，比较胖，是老穿一身黄衣服，就是他一抹红嘴瓣，我大爷。对对对，我没大爷，我没大爷。那你说那个不高红嘴瓣呢？皮卡丘，皮卡丘，咱俩逗哏，你提什么皮卡丘呢？我就想证明我没大爷。那我是碰见你三叔，我爸爸哥一个，碰你三叔，哥一个，没有三叔，没有三叔。那我碰你三婶儿。我没三叔，哪来的三婶啊？这不预备出一个？没有，预备太早了。就哥一个，就哥一个。那我不是这样的，那我就碰见哎，你妈娘家这边人了。问你来了，我碰见您姥爷了。我姥爷啊，死了。您大姨死了。您舅舅。无所谓啊，张九龄逗不乐，我认了。台上怎么那么热呀？台上，哎，啊，给朋友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确实逗不了哏，真的。我呀，我不，我碰你舅舅。碰见谁？碰你舅舅了。死了。快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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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了，嗯，死了。我一直以为这是鲜花呢，我没想到啊，没想到。一样一样，摆上都一样。
兄弟，你太下本了。你快说呀，你别等着了。不是，那我换你侄子，你外甥，你没有外甥死了，没有我碰见你师兄弟了。啊，师兄弟没有，师兄弟死了。没有。栾云平，我碰栾云平了。他早就死了。我碰侯震了，行吗？也死了。刚保的墓，报完墓就死。沾谁死？那你得有一个呀。我还告诉你，张九龄，你记住了啊，今儿为跟你说这场相声，我们家三亲六故都死绝了，家里就一盆仙人球，今儿早上还干死了。那你不行啊，你快点逗乐，现在我属于看坟的状态。来，你快给逗不乐一会儿，来，我也自杀了。来快点。那你这叫没艺德。哎，我就这样，你不能说谁没谁啊。你不厉害吗？我这儿我上演出部，我演出协会，我告你去。没有，你不能台上这么撅人呢。就这个，我刚才态度不好，我给你留台阶了，对吧？你哪儿留台阶了？你干什么呀你？你看你气急败坏的样子，你冷静点行不行？啊，咱俩谁气急败坏呀？你说谁？你得有一个，你台上不能这么撅人，好几千人呢，对不对？你也知道好几千人，你这样我怎么混呢？我以后不是你什么意思？我说谁得有一个，我得给您个台阶。多新鲜，有一个人我就能逗乐。你确定吗？我就要这台阶。那你问吧，我碰见谁了？碰见谁了？我碰见你弟弟了。啊，行，我有一弟弟。哎，得了，我有弟弟，我给您猜个灯谜啊。猜什么灯谜？哪儿就猜到碰见弟弟不完事儿？你碰见我弟弟可不行啊！你不碰见他了吗？碰见了。当着各位，你得说出来我弟弟啊，什么模样，什么长相，穿什么，戴什么，多高身量，多大岁数，不能胡编。你没必要。你不碰见了吗？九零说相声不骗人，我碰见了。那你说，问什么？我弟弟长什么模样？你弟弟长了一三角的脑袋。三角的脑袋？不是，你弟弟这儿长出两个小龙虾那钳子。那是我弟弟。这儿有两根蟑螂须子。啊，哎，我看见的是背影儿。背影，哎，你问不着我了吧？我看一背影。好，看见背影吧。对，我弟弟穿什么衣服？你弟弟光着屁股呢。光着屁股？对，光着屁股。对，光着屁股。怎么还对呢？光着屁股像话吗？在澡堂子碰见的。给他挤兑的，都跑澡堂子去了。澡堂子碰见的。我弟弟多高？你弟弟四米八。嗯，四米八？不是，澡堂子大厅那吊灯四米八。我说我弟弟。你弟弟三十多厘米。哎，三十多厘米。不是那个泡澡那台阶三十。你弟弟趴着呢。他干嘛呢？趴着搓澡的，看一背影，我不清楚。哦，趴着呢。对，真能编。行，哎，我弟弟多大岁数？你弟弟七十七了。七十七，那是我弟弟。等我说完了。我说边上那个搓澡那老头儿，没问你老头，我弟弟。你弟弟大概其实我看是六十六。谁呀？不是，边上那个做足疗那老太太六十六。我没问你老太太像话吗？老太太像话吗？你弟弟大概十八九岁吧，二十来岁，我估计啊，应该是超不过二十五，因为我大概看面相，我给他。张老师，行了，你呀，你不要说了，怎么了？你都快死台上了。谁死台上啊？我跟你说吧，我呀是有一个弟弟，你根本碰不见，不可能。嗯，活的世上我都见得着，见得着。我弟弟到今天满打满算才仨月，你哪儿碰去？你等会儿干嘛呀？我说的是你亲弟弟，一母所生，一父所养。对了，那就不对了。哪儿不对呀？你爸爸死八年了，他打哪儿来的？啊，这等会儿。